主料小米面100克，辅料清水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锅内烧开水，小米面用清水调稀，将小米面糊慢慢倒入锅内，用勺子慢慢搅动，再次烧开，煮至粘稠即可。粥好了，可以开饭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小米面和清水调面糊；二、面糊倒入的时候，用勺子慢慢搅动，否则容易结块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